真的很快讲不出话，好累啊！耶、yeah, ，我们已经报道完成了，今天终于来到 CT 十周年的赛事会场，刚里面真的是超级多人。今年十周年其实蛮多特色小物在里面，超级丰富。那我们现在报道完成，准备去进行交车还有寄物，因为113的赛事啊，需要前一天先去把脚踏车放进去，然后把转换带都先行摆好，隔天早上呢就不能再把车交进去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准备出发到活水湖试油，然后把东西交完，今天就要早早入睡，明天要进行113公里的挑战。耶、yeah, ！我的第一场113终于要登场了。现在后面人山人海，已经陆续在下水中。那我的出发梯次呢是第三梯次，是7:40，所以我们距离出发大概还有20-30分钟。然后今天天气超级热，昨天睡觉前还看雨超大，大到是狂闪电打雷那种。没想到今天起来看后面晴空万里，哎，有点担心等一下的骑车跟跑步的赛事了。所以等一下应该，下水之前我会稍微在防寒衣里面去做一些浇水的动作，避免会有中暑的状态。那骑车跟跑步就顺其自然了，现在只能一项一项来。出发之前大概30分钟，稍微先吃一下果胶，因为这样等一下游泳要游1900，比较不会肚子饿。运动没力吗？你需要 Amino Vital、Amino Shark 氨基酸能量吗？运动没力吗？你需要 Amino Vital、Amino Shark 氨基酸能量吗？10公里了，第一个10K 16分，16分50，还有80公里。今天一出发有点不太适应，因为一游上来这台车的设定
游泳完骑有点脚很没力的状态，刚游泳有点太费力了。可是还好今天有做一个蛮正确的选择，就是换上背心的防寒衣，不然我应该会中暑，超热今天。20K了，现在均速大概都在每五公里八分钟左右，时速来讲算是比上一次还快，所以因为顺风的关系，去程能偷时间就尽量偷，因为回程会比较逆风一点。现在已经26K 了，去程上上下下比较多一点，其实要一直趴着变档也有点困难，所以有一点忽快忽慢的。40K， 现在的时间是1小时05分，因为去程比较顺风一点，所以均速都有大概38到40左右。可是回程等一下可能会比较辛苦，所以现在最后5公里我稍微会调整一下，不要像刚刚那么累，不然我怕回程一下就抽筋了。然后现在才应该是9点吧，还是现在太阳已经超大，9点44，等一下的跑步应该会很辛苦，所以继续保持。然后我的果胶还有大概半罐左右，就是还有2包的量，所以回程大概就是维持这样的节奏应该是够吃的。出发了，这个风很明显跟刚完全不一样，风变超大，所以回程的均速可能会慢个5到8公里吧，可能维持在30出头，因为来的时候可以到38、40，但现在大概只剩下34、33这样而已。我刚刚回程水用的有点快，现在已经没有水了，现在很想要赶快到70K 有一个水站，太热了，刚刚已经把水全部喝光了。在5公里，回程的均速大概都只能在30左右，风好大，有点不好骑。70公里了，2小时04分，还有最后20K。28公里，距离转弯区最后2K 了，现在是中华大桥上，但真的有点太热了，我刚刚两脚有点小小的抽筋，所以我现在
稍微的放慢速度，想说这样顺顺滑回去就好。待会还有21公里的里程，目前的时间是2小时38分，还有2公里，所以骑完的预估成绩应该是2小时40几分吧。好，赶快往转弯区前进。生活感到没力吗？你需要 Amino Vital Amino Shot 氨基酸能量吗？运动没力吗？你需要 Amino Vital Amino Shot 氨基酸能量吗？啊，跑步出发，刚刚真的是意外跌倒，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看到，你有录到吗？看，不要剪，不要剪。不行，太磕了。帅帅帅帅帅，运动饮料帅。爆裂啊！我刚去冲了那冰块水，终于脚没有一直抽的状态，我觉得脚太热了，脚直接发烧。哎，来了就要一起，辛苦了。我刚两脚直接烧起来，大腿一直弄90%抽筋，一伸直就加油加油！现在已经1公里了 ，DK 刚跑6分半，现在是在跑 DOK 的状态，目前大概配速是5分速。降温之后身体比较可以回到一个就是舒服的跑感，刚一下车真的是肌肉还在抽筋的状态，不太 OK。圈要绕活水湖一圈，这边应该是堪称最辛苦的一段，因为太热了。目前还好，是因为这一侧有一点点树荫。等下到对面啊，哇，直接曝晒。然后这一圈直线1公里，横的应该300-400公尺，所以这边绕一圈就要2公里多了。5分06，现在已经是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7公里，大家都在5分到5分20之间，差不多这就是现在可以的最快速度了。已经准备到第一个森林公园的折返点，然后等一下还要绕去马恒恒，最后回到铁花村，还剩下14公里。
开就是如果喝到冰水可以稍微的维持可能一公里，然后就会开始衰退，然后喝到冰水又可以一公里，然后又衰退，哇，太热。折返点，折返点，剩下最后七公里了，七公里，七公里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往森林公园，然后到铁花村。我真的也快讲不出话了，好累，而且刚被那个牌子骗，前一张写剩 3K， 下一张写剩 5K， 哦，好热啊。阶段其实蛮辛苦的，而且今天雨要下不下，所以其实超闷热。还好沿路其实补给站很多，然后大家其实很热情，所以一直浇水可以稍微降低体温，还蛮有帮助的。真的，今天最大的考验就是跑步，没错，还是游泳。考验应该就是跑步的最后5公里左右，真的是很厌世。对，但是你完成了，恭喜！ Yeah, 谢谢。耶、yeah, ，终于完成了！我跟你讲，这一次的挑战对我来讲。后面真的是惨不忍睹，因为我觉得在最后这一段，我自己对跑步算是比较有信心，没想到真的在实际跑的时候疯狂抽筋。那抽筋的地方就是我的旧伤，就右腿的后侧，所以到后面已经就是我要想办法把脚调成那个不会抽筋的角度，才可以继续跑下去。所以最后跑步的总成绩，我觉得是没有到我自己的目标期待的成绩啊，但是总成绩来讲，还是有达到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设定的，希望可以在6小时内完成我的第一次113的赛事。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各项成绩。我的第一项啊，就是在游泳的时候游了52分41秒。那我这次其实，在赛前自己设定，希望可以游到50分内啊，就是如果是50分内，对我来讲是高标，那55分算是可以接受的状态。还好最后啊，就是时间上有达标，而且今天游的时候算是也蛮在节奏上，所以还不错。然后可是第一个转换区花的时间有点长，我们花了7分钟，所以其实转换区我也忘记我们那时候在干嘛，怎么那么久？是快抽筋吗？好像不是。好吧，那我们第二项脚踏车算是我今天所有项目当中最认真的一项。脚踏车我今天骑了2小时45分，而且去程因为很顺风，所以时速其实蛮快的啊。这次又骑我的新车瑞克多，哇，那个风阻真的是超小，真的骑起来超快的，跟我另外一台斯特拉的调性完全不太一样。所以接下来如果参加一些长距离的赛事，应该都会用瑞克多当作我的主要战局，骑起来真的是超快。然后我的2小时45算是我自己还蛮满意的，因为我在去程设定希望可以在均速大概38-40完成，然后回程呢真的有点小小的爆胎，因为
爆胎是指我自己身体快不受不了，因为那时候超级热，而且蛮可惜的是水站啊，可能他们我们骑太快，水站还来不及准备，所以水啊有的都只有半瓶，到后面降温真的来不及，身体真的是有点那种快发烧的状态。还好最后算是挑战完成，就是我的目标有达到自己设定的成绩。最后一项跑步就是我自己期待已久的，那我们 T2 的转换区大概只花4分钟。 T2 其实你们应该看到画面了吧， T2 的时候真的是很绕塞，我一下车还想说我要帅气这样，然后当前车，结果我脚才到这边的时候，我脚就这样蹦，然后我就直接雷下去，那边超多人看的，超丢脸，就在下车线那边，超级尴尬。还好最后只有一个小小的伤口，还 OK 啊，衣服没有破掉，我觉得都算好。因为我刚刚，我好像看到有人路边衣服这边整块都破了，希望他没有什么事才好。最后我们的半马花了1小时58分，均速大概是均速是5分37秒。其实我前半程的配速都抓在5分20内，可是到后面真的太热了，然后所以我每个水站都进去淋水，淋水其实蛮花时间，因为我每个水站都这样，然后大概都停留30秒，所以其实不这样做可能跑不下去，但这样做成绩就变慢。但我觉得整体来讲今天算是非常满意啦，竟然意外的让我捡到分组第4名，我应该是比铁人比赛第一次拿到奖牌耶，真的是超爽的。等一下我们就即将应该是4、5点吧，来这边参加颁奖典礼。OK， 那我们颁奖见。